好。这次呢，参加日本东京国际食品展呢，从3月6号到3月6号呢，那么我们联合了5个县市，包括我们的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很高兴呢，在东京的国际食品展呢，我们5位县市首长都会出席哈。除了说行销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以外，帮忙我们农民渔民以外呢，顺便把南台湾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农产品介绍给我们世界的 buyer 哈，买主哈。另外，我想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呢，让我们的所有的来这里参观或者是买主呢，全世界人更能够认识我们，都台南台湾的美哈，南台湾的美。因为南台湾的美，所以说生长出来很多的，然后大家可以介绍给大家。